们要结婚了。以后我会多多支持他的工作，我也会多多的照顾他，一有时间呢我就会陪他。希望我们的亲人还有我的朋友们能够多多支持我们。愿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结了哈，结完了，刚从外地回来。对，昨天晚上刚从唐山回来。在唐山又修啊？对，在唐山修铁路。哎，嫁给一铁路哥，他天天这么走，有在节目里想的那么难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挺好的，跟没结婚一样，倍儿自由。你放心吗？我觉得挺放心的，我挺有自信的在这方面。主要是我太好了。呦，不是那会儿你们俩在这闹得翻天覆地的时候。我一直都这么好。什么时候要宝宝啊？宝宝还是挺劳活的。过一两年吧，我觉得现在自己还挺年轻的。带喜糖了是吧？带了，赶紧给这些老师们吃，特别是涂老师啊，骂你骂得最狠是吧？对你们最好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来，谢谢各位老师，谢谢各位老师，来快发喜糖，让你嘴变甜点儿。就是啊，就怕你谢谢涂老师骂我。谢谢。陈老师，咱们陈老师喜糖了。哎，你们这样，剩下糖你们在现场撒了吧，让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幸福。糖发完了，谢谢主持人，还有就是各位老师，然后之前让为我们调解，没了是吧？吃完了，我明白了。人家小伙子刚刚回来，咱们请人做节目也有点不人道啊。不是，赶紧回家啊！本来说是十一就打算过来，然后谢谢各位老师给主持人的。但是呢，就是十一我们那儿确实是比较忙，又走不开，对，又走不开。听那个十一是等于一天班也没卸过啊。然后呢，这是赶上这个机会又回来了一趟，啊、然后赶紧就过来。特别好的天津小伙，铁路上面修铁路，娶了这么一个好媳妇儿，默默的支持，彼此又信任。你赶紧回家吧，我们静候佳音啊！祝这个早生贵子。谢谢主持人。